妈，这个怪还不给我躲，还把我抓过去。你们看这怪，烈焰编织，好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溜了？烈焰编织是我直接走了，连打都不用打。碎啦 ，GGG， 完美的词缀。你要的是这个吗？是。我要的是红色的，因为我要洗点燃扩散。这有点靠北，它会有路边的怪物随机会有某个词缀，然后那个词缀会让一个系列的 build 完全不能玩。你他妈的好意思做免疫点燃的怪？那你为什么他路边不做一只怪他妈免疫物理伤害？这样对大家才公平嘛，是不是？再做一只免疫中毒的，哎，好像有免疫中毒的。再来个免疫物理的，免疫冰冻、免疫冰冷伤害的，是不是？下一季就有了，靠北。本来有刀枪不入，对啊，他把那个删掉了，他怎么不把烈焰编织删掉？干，他妈的，超搞的。你的冠军还在推章节，闪避跟护甲都破两万 ，What the fuck？ 你是怎么办到的？你是章节在章节里面农在章节里面农怪是不是啊？我只你看生成记忆给我的硫磺药剂。哇啊！你看到的时候有没有抖了一下？我刚刚看到的时候在那边打，干你娘好爽哦！然后，我数第二个掉出来，他掉出来之后我想说干爽，然后后面啪的掉一个手套出来。恭喜恭喜！看这真的会气死外面的小怪，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会气死。不过品种信仰现在很便宜，就是为什么啊？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信仰会便宜。我完全不能理解，对啊，信仰怎么可以很便宜？但他现在一罐十亿，大家都在点燃。可是很多 build 不吃吧？你也不吃？我吃啊，怎么不吃？吃吗？你不是不吃暴率？我不要暴率啊，他爸他还是给我10%墨啊，对不对？不是烧起来就是他那个地板按下去就是10%墨，就是最痛的水还是他、啊，还是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啊。嗯，哎。熊怎么那么猛啊？哎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、呦，我的天！太神了吧！我操，怎么按两下长这样 ？What the fuck？ 好强啊，这鞋子！哇！对啊，连跑速30，笑死！阳寿坐庄，这是这个就是花园的真谛好吗？花园的报恩呢？你看那一季花园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 diss 花园，就我在那边说，我觉得花园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哎，花园没有一季让我失望，好爽！我本来只想甩个法压。就他妈的怎么按一按那个鞋子，我可以直接用。我等下回去就把我这双鞋换了。操！刚出那一季根本玩不起来。可以啊，刚出那一季，我们好几个人都玩到那一季的最后一天呢、欸。那一季的最大问题是你一开始要盖，然后大家就很不想盖。问题是这样子，只是大家就是连盖都懒得盖。但是其实你也只整季你也只要盖一次而已啊，又不是要一直盖，就盖一次。不是啊，盖那个也蛮好玩的吧？是不是？干他妈的一堆人 Minecraft 都可以他妈的玩这么久了，他妈叫你盖一个那个屁话那么多哦，真的是 Minecraft 你都不嫌烦，盖个花园就嫌烦。不是啊，我不喜欢玩 Minecraft， 不管啦、啊。我从来没有玩过麦块，从来没有。好像其实也不用换呢、欸，因为我这个血比较多。
算了，拿来卖好了，这个可以卖不错的钱，这个应该可以卖个一个亿，应该很好卖，而且还带力量。有没有人可以救我一下？我觉得这不像，这看起来不像我打得赢的，这看起来不像我打得赢的，操！没事，我们来了一个，哎呦，这应该是骷髅法师。我们会不会等一下那骷髅法师躺在这里，然后就第三个人进来，然后等这下面一位，开，诸位加码了。来，等。下一个人要进来之前，他一定要出去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欧克会战吼，然后他吼到他的小怪会补满血，所以你们要是进来，然后旁边都是他的僵尸，欧克一直吼，欧克永远不会扣钱，啊，越来越猛。他一大群僵尸围着他，然后欧克咻咻两下直接清场，看多可怕！看到欧克怎么这么猛 ？What the fuck！ 好，正火来了！干，正火好猛哦！我操嘞！正火怎么那么神啊？各位知道要玩什么了吗？靠北，是不是要去改玩正火啦？太扯了！欸，他可以站着打欸，欸 ，What the fuck？ 他怎么这么硬啊？你的护甲什么是多少？为什么这么硬啊？我有三万多甲，我怎么被他锤两下我就死了？没道理啊！不准笑！